和平的萌骑士团，幻之星、月之星、炎之星、智之星、石之星，坚持到底，展开为正义奋斗的神圣使命。抬头就是阳光，世界充满希望，用武器打败悲伤，携手一起去闯，不要想别人一样在意怎么想，拒绝让假藏星，你才是最有可能下咒的人。魔法瞳术开，哟，有一个黑人来找我，是谁？我想不到啊。极光使机被启动了，长老，我们继续吧。尽快确定极光之地的坐标位置，一旦确定之后，马上出发。我们找蒂娜找这么久，就只差一步了，还没有真实感。期望越高，失望越大，不是吗？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努力，烂雅搜救终于在今天有了新进展。这次极光之地的搜救任务，我只有两个期许：第一，齐心齐力搜救烂雅；第二，务必全员安全归来。接着就请带队罗伯高教授来分配这次的任务工作。各位，极光之地是个险境，所以这次的成员不宜太多。首先，帕主任你……哎呀，感谢罗伯高教授对我的推崇啊！你对我的邀请啊，我是义不容辞啊！因为帕主任你啊，误会我的意思了。我是说你年事已高，最好是留在萌学院坐镇，当我们最强大的后盾。然后。帮你们拍拍手加油是吧？哎，对，冰雪聪明，你怎么知道？不要这样，出任务前放轻松一下，缓和一下。接下来就是认真的了。侯斯莱队长，是，麻烦你要负责帮我们加倍跟定位。没问题。当我们找到了时空折叠的位置之后，要再帮我们定位极光之地的位置。是。弟弟卡。是。你要负责感应奈亚公主的能量，能不能找到她，就全靠你了。我会尽我一切所能的。侯赛队长，这个水晶就先交给你。密诺瓦水晶是直接对应到奈亚公主的，所以希望可以帮到你的忙。还有，这次前往极光之地的任务，如果有任何一点奈亚公主的消息，一定要马上回报给我。是。燕王、米亚星、艾瑞克，是。你们三人的魔法能力是最强的，这一路上要负责保护我们大家，必要的时候要尽全力使出你们的魔法能力，排除突发的状况。是。杰西。是。极光之地是极光族的地盘，所以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你可以帮我们开路，但是如果你拒绝的话，我可以理解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以上七人就是极光之地的队员。罗伯教授，
他们七个就交给你了，你要好好的照顾他们。一切全靠你了。那当然。七人小组，出发。是。侯赛来队长，是。精灵三角结，定位。A469、L312、K735，极光之地，确认。罗伯特教授，我们随时可以出发了。各位，这趟旅程很不一样，所以我们这次运用魔法平台当我们的高速飞行器，在整个旅程过程中。务必要小心，知道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魔磁牵引术，精灵三角结，加倍。看来我也该出发了。传输，一夜穿越。哎呦，罗伯高教授说什么？我离开过盟学园，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嘛？然后那个什么苏拉辛长老说我跟他学反定位咒，哎，那么难的魔法我怎么可能学啊？哎呦，怎么想不起来啊？杨少星，内诺的使者童恩，你们是来放我出去的吗？事情的经过你都想起来了吗？还没有。哎，那对不起哦，还不能放你出来，一定要全部都想起来，确定你中的幻术已经解除，不会再受到控制。好啦，蒋尚新，你先不要泄气，静下心来慢慢想，一定可以想起来的。谢谢你们哦，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了，到底是谁要这样害我啊？别担心，我们相信你一定不是故意的。对，我们都相信你，而且现在奈亚搜救队也已经出发了。啊，奈亚搜救队已经出发了？哎呦，你们早说嘛！既然奈亚公主要回来了，那这件事情我想不出来也没有关系啦。好啦，我知道。这件事情要弄清楚。蒋尚新，你加油哦！希望你还能够想起来要怎么解开反定位咒。我知道了。帕主任和我也会轮流来看你，你有想到什么，立刻告诉我们哦。谢谢你。哎呦，怎么一直都想不到啊？一定是因为一直被关在这边了。哎呦，如果可以到处走走，说不定我可以想到一些什么。我怎么跑出来啊？啊，我知道了啦。应该是夸克族的拘禁室对我们精灵族没有效。弟弟娜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？弟弟娜，他跟弟弟卡一样，都是什么？弟弟娜竟然跟弟弟卡一样，脾气不好哎。是说？弟弟娜跟弟弟卡一样，我以为弟弟娜很漂亮哎。不是啦，
不是那个意思，弟弟娜长得很漂亮，对人也很和善。那你干嘛说她跟弟弟卡一样啊？我是说，弟弟娜跟弟弟卡一样很关心别人，只是弟弟卡关心的只有弟弟娜一个人，而弟弟娜关心的是整个蒙学院的人。原来如此。哎，那弟弟娜来蒙学院的时候，也需要跟我们大家一起上课吗？当然要啊。弟弟娜虽然是奈雅公主，可是她也是蒙学院的学生，当然要和大家一起上课啊。而且她还会参加课外活动哦。什么样的课外活动啊？是卡布里兄弟举办的比赛。那时候弟弟娜看到我们在练习，觉得很感兴趣，所以就加入我们。然后弟弟娜很受同学欢迎哦。好厉害耶。是说没想到对抗暗黑大帝的奈雅公主也有这样的一面。对啊。都是那个暗黑大帝，不然我们弟弟娜就可以过一般女孩子的生活。哎呦，朱丽叶，你不要难过啦，我们现在可是有奈雅搜救队的，我相信他们会尽全力把她带回来的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好好欢迎弟弟娜。嗯，我来问问看，巴瑞斯可不可以为蒙学园帮弟弟娜办一个庆祝演唱会？演唱会。我们已经通过时空折叠，来到斯维特星系的附近了。火山雷队长，这个就是你之前说的定位转折点吧？没错，虽然很接近，不过更需要谨慎调整定位的误差，不然很可能会错过坐标。请大家再稍等一下。我来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什么都看不到，难道左边有错？是蒙学院的那些人到附近了。火山雷队长，定位还没好吗？请再稍等一下，绝对不能有任何一点的误差。弟弟卡，剩最后一段路了，我们要更加小心，以免功亏一篑。嗯。让你们来帮我找到极光封印吧，奈雅公主感应。啊，冰冻王水晶，弟弟娜。冰冻王水晶，弟弟娜，你们感应到奈雅公主了？我也感应到了。弟弟娜，果然在这里。火山雷队长，定位确认了吗？嗯，有奈雅公主的讯号，那就绝对不会错了。各位，我们出发吧。嗯、是，我持庆祝。边没什么感觉，应该不会是在这边遇到黑衣人，再去找找好了。弟弟娜，你会在这里吗？怎么什么也看不到？
就是因为什么都看不到，大家要提高警觉。精灵手环，留影。留影也好，回去可以好好的研究。但是这里什么都没有啊，而且我的感应也消失了。命化水晶也没有感应，会不会根本我们就跑错地方了？还是奇功地图的坐标有错误？谢希，会不会达诺长老说的是真的？等一下，达诺长老说了什么？我不确定。杰西，我们都到这里了，你才跟我们说你不确定？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啊？达诺长老说过，当极光时机在更新的时候，如果乱动，资料可能会有错乱。但是，如果资料有错，应该还是在这个附近才对啊，不然刚刚不会有感应。大家不要忘记了，之前暗黑巢穴也是隐藏在星空之中，不要被表面的样子骗了。这里也许还有秘密的空间。会是这样吗？总之我们再找一找吧。一片空荡荡的，这从哪里找起啊？怎么会这样？我明明检查过的啊。艾瑞克，你说对了。看来还是要极光族的人才找得到。看吧，你就说带我来一定有用的吧。弟弟那会在这里面吗？先别急，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有危险，我们应该先检查的。哎呀，太冲动了，我们快进去吧。叶王。这里就是极光之地，好奇特的地方啊。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，好像在梦里。我巡逻过那么多的星系，第一次看到像这样的地方。哎，我也去过不少地方，没想到最特别的竟然是我们极光之地。怎么还是没有看到弟弟呢？而且还是没有感应，命化水晶也没有。不要急，我觉得这里充满了一股诡异的能量，有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的感应。杰西，你看一下你的计量器还有没有什么反应？弟弟卡，走了。我好像感到弟弟娜，可是命化水晶没有感应哎。可是我真的有感应，弟弟娜好像就在。难道又有看不见的空间？我好像感到弟弟娜，可是命化水晶没有感应哎。可是我真的有感应，弟弟娜好像就在。难道又有看不见的空间？现在在那里。弟弟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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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弟弟卡。阿瑞斯要回来了，真是太棒了。哎，假装醒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没有啊，就想说到处看看啊。那没事，我先离开了，拜拜。拜拜。
哎呦，我就想说出来可以让我想清楚啊。那你是怎么出来的？我也不知道哎，可能是你们的拘禁室对我们新人组没有效吧。但是你也不能这样到处乱跑啊！密诺瓦使者说你要全部回想起来，才确定没有受幻术控制。可是我觉得要到处走一走啊，一直关在里面，怎么可能想得到呢？哎呦，同恩，你不要叫我回去啦，好不好？如果不放心的话，你可以跟着我啊。对啦，同恩，你看贾尚新说的那么诚恳，我们都可以一起帮你看着他哦。好啦，让他留在这里嘛。拜托啦。可是我刚刚好像看到帕主任要去拘禁室找你耶。拘禁室找我？可是我在这边啊。啊！糟了，贾尚新啊，这个反……贾尚新呢？是不是有人把他给放走了？那这个人会是谁呢？帕主任，哎呦，你怎么会在里面呢？我不是本来就应该在里面吗？帕主任，找我有事啊？对啊，当然有事啊。哎，我是要问你现在进展的如何，因为大家都很期待你能够解开这个反定位咒。应该快了。你这么讲我就懂你的意思，没什么进展是吧？啊，你只好继续关在里面了啊。有没有需要什么要我帮你带过来的？没关系啊，谢谢帕主任。那我晚点再来看你啊，加把劲儿，好好想。好啊。看起来听明珠的记性好像也没好到哪里去。感应又消失了啊！弟弟卡，这里的确是极光之地，我感觉得出来。这些极光非常的特别，里面含有我们极光族古老的能量，但是又跟极光符能不同。看来杰西的感觉很好，可是我怎么觉得这股能量异常的诡异？莫非极光封印就在这里？贾尚新，现在我们四个人会陪着你一起找，你要加油，努力的想。好，我会加油的。这里有感觉了吗？还是没有感觉。这里，我想到了，太好了，是什么？就在这边，那个黑人手这样一挥，我想你就是那个时候中了幻术，然后他拿一瓶幻术迷雾给我，去找苏拉西。叫他叫你反定位咒，他不肯的话，就打开瓶子，里头的幻术迷雾会让他乖乖听话。太好了，真的想起来了。还有没有，贾尚新，你再想想，最好还可以想到怎么解开反定位咒。怎么解开反定位咒？这个。好像有点难哎。
哎呦，想不到啦！有了，司洛宾，你会不会调帮助记忆的药水？是说我的书里有好几种。太好了，那你调给贾尚新喝，看看可不可以帮助他想起反定位症的解法。哦，对耶，司洛宾，你可以帮我吗？好啊，我试试看。我们不能继续靠杰西的计量器，我们应该自己试试看，看有没有什么发现。活磁牵引术，哈！我来试看。跳远激光。艾瑞克，怎么样？我在想，如果有什么看不见的屏障，应该可以击破。不过看来是没有。奇怪，难道真的就只有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吗？都没有隐藏了吗？我不相信，不可能只有这样，一定还有其他入口。吃引术。吃引术。迪卡，先冷静一点。米亚星，你不要再叫我冷静了。好不容易来到极光之地，我是一定要找到蒂蒂娜的。不管，吃引术。迪卡，迪卡，怎么了？我好像做了什么东西。灵火幽冥，无心术。迪卡，迪卡，怎么了？我好像做了什么东西。灵火幽冥，无心术。别让跑了，快走！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我感应到蒂蒂娜了。那个瓦水晶有感应。蒂蒂娜，怎么样？很棒哎！你看，我都喝酒杯了。哎呦，不是为你这个啦！你又想起什么啊？你还有其他的药水吗？是说剩这一种了，十全记忆水。如果再没用的话，我也没办法了。赶快喝吧。一定要现在喝吗？当然，慢喝就没效了。好了。怎么样，有效吗？我觉得觉得想起来了。想他想吐了。我想到了，反定位症。你想起来了？对啊，我想到。说想起来就想起来了，哎，贾尚新啊，洪恩说你想起来了，对啊，多亏了斯洛宾的药水啊。斯洛宾的药水，其实我们几个人一直在陪贾尚新回想，
他在校园里想起了黑衣人，到保健室喝药水，然后又想起上课过程，然后回到这边，童文就去请你们过来啦。不，等，你讲什么校园？你讲什么保健室？哎，那贾尚新不是一直关在里面吗？你们这么一说，把我给搞糊涂了。华主任啊，其实这个拘禁室。对我们精灵族没有效。哎，你怎么说出来就出来了？不好意思啊，帕主任，因为我觉得在里面根本都想不到东西啊，所以我想说出来走一走可以帮助记忆，就没有一直待在里面。哦，所以说我上次看到你不在里面，你就是真的不在里面了吧？帕主任，对不起。贾尚信，你全记起来了，那现在可以解开反定位咒吗？我试看看。太好了，我也把萝卜糕教授上次分离出来的能量带来了。贾尚信，开始吧。好。把地心带还给我，赤影之刃。卡蒂，魔法防护罩，无心术，烈火冲天。极光符能，明宇航天棒，快杰西，是，吉利镜，不管你是谁，把蒂莉娜留下。没错，我们三星联手，你一定打不过我们，更何况还有我萝卜糕教授。锁了一扇剑。对，不用怀疑，这就是你们的锁了一扇剑。多亏了奈亚公主，我才能驱动它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锁了一扇剑，还有奈亚公主会在你手上？我就是超越魔法极限的黑魔王。好了，不要装神弄鬼了，赶快把蒂莉娜交出来。没错，我不管你是谁，快点把我妹妹还给我。快交出奈亚公主。想要见奈亚公主吗？好，可以。求我哥哥弟弟卡平安，米亚星平安，还有萌学园所有的人平安。这是弟弟娜，小心，这可能只是幻影。不，这当然是弟弟娜。为什么弟弟娜会在你那里？我有必要告诉你吗？你别轻举妄动，不然我就见不到你的宝贝奈亚公主了。大家。不要被他骗了，我觉得那一定是个幻影。现在重点是不能让这个人跑掉。
魔之剑！不行，这样弟弟那一定会消失的。那是幻影，魔之剑不可以。弟弟卡，让开！不可以。无知的人注定失败。别想从我黑魔王手中抢走任何东西。好了，起码我们知道莉莉娜不在这儿。火灾队队长，麻烦指引我们回去吧。搜救队接近地球了，那他们应该就快回来了。太好了，我们一起欢迎他们。哎，太好了，你们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！哎，你，鲁哥教授，艾瑞克，奈雅公主呢？是，你们没有找到奈雅公主吗？不算找到，可是我没有看到。有看到，看到了，那奈雅公主人呢？小蝴蝶。我们到了极光之地，也看到了奈雅公主，只是啊，半路出现了黑魔王。黑魔王吗？我现在立刻就要找他。哎，莉莉卡，你现在要去哪里找黑魔王？我不知道，但我总不可能放着不管吧。莉莉卡，我们都知道你很着急，但是冲动是无济于事的，你要先冷静下来。莉莉卡，我们不是没有线索。再给我们点时间，一定可以找到那个人的。你们现在在说什么呀？胖子，我待会再仔细跟你说啊。不过我想米亚欣说的是对的。一路上大家也都辛苦了，不如先休息吧。这次我们去了极光之地，然后碧城校长，碧城校长在你们出发之后，他就有事就离开了。我们离开之后，他就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没事。哎，同文，你不是在战情室吗？怎么会回来？是说，同文，你有看到奈雅公主吗？搜救队他们回来了，但是奈雅公主没有跟他们一起回来。啊？怎么会这样啊？我以为奈雅公主一定会回来耶。对啊，我都跟包瑞斯约好了。那里绝对是极光封印的所在地。但是为什么看不到封印？究竟还需要什么才能开启？极光人可以开启入口，一定也能开启封印。杰心终究还是没听我的话。还好无限镜还能够把攻击魔法反射到无尽的镜像空间里。我们极光族能够做的也只到这里。可是我也不能老是守在这里啊。要不是时空战役在这里发生了爆炸，封印的位置也不会曝光。要不是他们要救奈雅公主，夸克人也不会来到这里。唉，夸克人就是会找麻烦。总之啊，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黑魔王到底是谁。现在看来，
蒂蒂娜光球应该就是黑魔王做的。对不起，没事，蒂蒂卡，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救出奈尔公主的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各位，我觉得黑魔王做这个光球的目的，应该是要引导我们找到极光之地。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要我们去找极光之地啊？他不是要我们去找极光之地，是他想要找到极光之地，我们只不过是被他利用罢了。这极光之地到底有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叫黑魔王的到底想要找到什么？啊，杰西离开了，不然就可以问他了。不用问杰西，我可以大胆的说，是极光封印。极光封印？找极光封印要做什么？先不要管这个人他到底要做什么，我想要先知道他到底是谁。难道会是暗黑族的吗？还是他根本就是暗黑大帝的分身？我想不是，预言书不是已经说了宇宙和平吗？应该不至于跟暗黑大帝有关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要先查出黑魔王到底是谁。这不只是因为要救出蒂蒂娜，我们要搞清楚他千方百计要找到极光之地的目的是什么。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把反定位咒解开，解开之后就有定位，这个黑魔王我们就可以追查到，而且还可以把蒂蒂娜救出来。对，讲到这个，就是个假上星啊，他已经想起来所有的事情经过了，包括反定位咒的事吗？是，但是还是有点问题，他就是想不起这解除的咒语。这不难，有罗伯高教授在，我会负责帮他想起来的。等到解开了反定位咒，看看这个包头包脸的家伙还可以藏多久。公主，你一天到晚祈祷，我看都看完了，而且有用吗？因为为爱的人祈祷会产生巨大的能量，像你这种人是不会懂的。没错，我不懂。我不懂你凭什么以为光靠祈祷就有办法对抗我黑魔王？因为爱是宇宙间最大的能量。好了好了，这些没用的话我懒得听，随便你想做什么，反正你再怎么做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极光封印，看来得直接去问问极光族了。快说，极光死机在哪里？我们不知道极光死机在哪里。我是担心玛雅现在受伤，她身上的符能有可能会外泄。就是这里，光球就是从这个门的后面发射出来。对，是这边。陶克长老说，玛雅的伤势变重了，要立刻把玛雅传输回来。魔法防腐罩。我有个大胆建议，就是冰封玛雅。有点酸，又有点甜蜜，那是有你的滋味，绽放着像烟火的美丽。彩色泡泡的梦里，每颗每颗都有你，是音符，小声乐曲。就是